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我们看到这样的这种很特殊的开刀的时候的一个装备啊，这前面这是头灯啊，意思就是要看比较深部地方看得清楚啊，那另外还戴上有色的眼镜啊，并不是歧视的意思，而是因为使用雷射，这个要保护开刀的这个手术者本身的外科医师的眼睛啊，这个地方这个是另外可以也看得到有这样的一个光啊出现在这个局部，要把这个射护线把它做一些烧灼动作的这个过程中，这是射护线肥大的时候用这个绿光雷射，这个是譬如说鼻子这方面过敏啊等等的问题，用这个雷射来把这个鼻黏膜整个可以给它让它去除掉，而不至于产生出每次遇到一个感染源的时候就有充血啦鼻子不通鼻塞等等痛苦的一个症状产生出来。所以你看光本身，我们不要只是说看可见光，它有很多的一个光谱里面哪一些能量的聚焦可以达成医疗的目的啊，这个进步很多啊。我们回到可见光阳光身上啊，可以看得到这个是一个场景啊，是在一个好像是阳光普照有钱人的一个庭院里面，而且是三代同堂啊，有年纪大的有中年人也有小朋友，这个状况一家和乐啊，阳光感受很好的一个这个阖家平安快乐幸福的这个画作，是不是这样？这个不是，这1599年荷兰的一位画家叫彼得斯啊，他画的这个也很有一点点教育意味的情形啊。我们请大家撇开那个阳光面来看一下，我们先聚焦在这个画作的左边这个地方啊，这个整个画作是这样，他左边是在这里，这个不对，这个年龄大的那个可以看到他的妈妈，这是妈妈，这是爸爸，这个妈妈似乎掩面而泣啊，在哭泣啊，不对啊，很阳光很幸福，怎么会在哭泣呢？爸爸有一点点卑躬屈膝的，然后把帽子拿下来要做一个好像乞讨的一个动作，他到底在做什么？他答案在这里，写在这里啊，怕人家看不懂，顺便带小抄放在画作上面，告诉他什么，我已经给了你们我所有的现金啊，结果现在我们生活三餐不济啊，是不是儿子啊，你可以给我一点救济啊。哇，看人家实在让人家非常难过，小孩之前需要创业啊，用力的资助啊，也不顾他们一个生活的一个基本面啊，结果后来现在三餐不济了，那只好再向儿子来求助啊，那结果是怎么样子啊？我们再把同样这个部分呢，中央这个地方放大给大家看，我们先聚焦在这个小朋友，这小朋友里面啊，很多根本就不理会这个状况啊，各玩各的，各做各的一个动作啊，那么跟这个阿公阿嬷之间好像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互动这个状况啊，所以表示啊两个这个儿子啊跟这个孙子啊跟这个祖父母之间啊，事实上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没有好好能够聚在一起，好好能够谈论一些事情啊，然后他的一个结局到底是怎么样子、啊、我们当然从这个主要的这个儿子的他的一个姿势动作可以猜测一二啊，不过他答案依旧写在小抄上面，在最上面那个地方啊，也是写出来，怕人家错误解读啊，很重要。所以这是路人甲路人乙啊，看了也非常不舍。然后后面的答案是告诉他说什么，这个儿子说啊，我们没有剩余的钱可以给你们，这实在是很阳光的东西，竟然读出一个人心非常暗沉的那一面啊，实在是有必要提醒世人啊我们父母亲啊在小时候是何等的辛劳来照顾襁褓中的小孩子，来照顾这个挨挨待哺的幼儿啊，要拉拔长大不是那么件容易的事情，多少辛酸呢、多少辛苦啊，写在妈妈的脸上。好，那另外好不容易长大了一点要学步的时候啊，你看看这个小朋友
第一个要走出他人生第一步的时候，这个爸爸那么高兴的在前面展开双臂，这个妈妈在后面扶持，怕他跌倒。这是梵谷的画作啊，所以人生的历程很多，这一幕我们慢慢都淡忘掉，上面那一幕也都忘掉，只是到后来功成名就的时候，根本把这些东西啊都抛到脑后啊，这非常不合理的事情啊。好，回到那个光啊，那个雷射光，不看这个太阳光啊，这雷射光用在这个病人身上，这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她最主要的问题啊就是鼻子、鼻塞，很难受，偶尔也是会有一些咳嗽啊等等的症状，然后给她做一些这个检查的时候啊，发现刚刚可以看得到鼻黏膜那个地方是充血的，然后电脑断层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得到，这是稍微有点横切来看的时候，这个是正常的，我们前面的地方，这是鼻子啊，鼻窦的地方啊，这边的鼻窦就不对，这个好像很多的液体在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些空气啊，这边的鼻子，这是鼻子里面的这个鼻腔的部分啊，这是比较正常，这个鼻黏膜整个啊有很多的分泌物，然后肿大的一个状况，怪不得他会这么样的一个难受。你想想鼻子不通，数以年纪，他有5年这样的一个岁月，就是这样很不舒服的一个状况，再加上不只是鼻黏膜这个地方有一些息肉，有一些分泌比较多的一个状况，他的一个鼻窦，这是从正面看，我们从正面看的时候，这个脸，我们鼻子在这个地方旁边都有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鼻窦，还有一些副鼻窦，在前额这个地方也有一些鼻窦这个状况，正常是应该空心的，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共鸣啊，讲话才会他的一个声音啊比较达到好的这样的一个频率啊，这个可以看得到，这个鼻腔的地方是这样子啊，这个鼻窦这个地方也都是啊，整个充满着这样的一个正常应该空气变成是液体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就是鼻窦发炎。慢性鼻窦炎，这个对病人讲起来，他当然很不舒服。这个病人表现的症状就是鼻涕倒流引起的咳嗽啊，慢性咳嗽。所以这个基本上还是需要面对他，好好去治疗他这种鼻窦的一个位置。我们透过这个动画来看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骨头，它的某些地方会不是实心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来达到共振的一个目的啊，那同时也因为为了做这样的一个目的，它也就相对产生鼻窦炎的机会就比较多啊。你看看，所以有时候没有能后的艺术啊，没有通通都好，因为这样的一个位置，它需要做这样一个空间的时候，它的一个开口，事实上它在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啊。如果这个地方塞住的时候，这就会容易聚集脓液在这个地方，产生鼻窦发炎的这个状况。所以临床上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痛、头痛。局部这个地方，你给它按敲打的时候，会有明显的一个疼痛感，塞住的这个状况，所以这个后续该怎么办呢？就要请这个耳鼻喉科的医师啊，透过这个比较轻微性，不是侵袭性，不是很大的一个方式啊，用雷射把刚刚鼻黏膜那个地方处理，然后把这个开口的地方啊给它放大，弄大一点，然后局部再给它把那个脓汁啊给它弄出来，达到治疗的效果。那么这一位60几岁的一个病人啊，本身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个状况控制的还可以，但不是说太理想。那么这个术后啊，可以看得到，这个术前的 X 光片就看到这个心脏约略有一点点在主动脉弓这个地方啊，稍微有一点点比较大的一个状况啊。这个术后发生一件状况，神志还好，但是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症状。术后第一天呢，我们可以请注意聚焦在这个底下那个眼睛啊，可以看到他眼睛的一个摆动，横向的那个过程中啊，就是有一些摆动的状况，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共振眼症的症状产生出来。啊，怎么会这样？那就眼睛怎么会跟开这个有关系？给他做了核磁共振，发现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脑部的一个结构里面啊，从外面到里面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脑干这个位置啊，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是生命中枢啊。所以这个生命中枢它本身的这个结构啊，因为中风的关系啊，这是中风啊，所以住院中有可能发生中风啊，因为任何时间都有可能发生中风，住院也是其中之一啊。在这个地方，脑干这个位置啊，它本身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产生出刚刚提到的这个眼症。
平衡系统发生问题啊，还好知道以后赶快给他治疗啊，这个后续就能够恢复得很好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光啊，到底我们看到什么呢？还是要看到父母之光吧。来，你的收看，再会。